古林多经书第八章一节，论到这五上的秘，咱知咱拢有知识，但知识是会乎人自高自大，独独爱心会造就人。二节，若有人拍算家己知影虾米，照伊所当知的，伊依然是唔知。若有人爱神，这个人就是神所捌的。四节，论到食这五常的物，咱知影五常伫世间算不得虾米，也知影神只有一个，阁无别个神。五节，虽然有称作神的，迄伫天，迄伫地，就亲像遐真侪的神，真侪的主。那是咱只有一个神，就是父，万物拢本对伊，咱也归伫伊。阁有一个主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万物拢是对伊有的，咱也是对伊有的。七节，总是人无拢有这种知识，有人到达，因为拜偶像惯习，就掠做所食的是这偶像的米，因的良心既然软弱，也就有的。八节，其实食米未当乎神欢喜咱。因为咱无食，也无亏损，食也无利益。九节，独独恁都坚信，恐惊恁这个自由，正做迄个软弱的人的绊脚石。十节，若有人看到你这个有知识的，在偶像的庙里坐倒，这个人的良心那是软弱，敢无对安呢？放胆来食迄个祭偶像的密码。十一节，因为基督替伊死的迄个软弱的兄弟，也就因为你的知识来沉沦。十二节，恁安尼得罪兄弟，伤着因软弱的良心，就是得罪基督。所以食物，那乎我兄弟跌倒，我就永远唔食肉，免得乎我兄弟跌倒。